现在就来到了今天晚上揭幕战的比赛场地，叫海湾体育场。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多钟，我们已经提前到达了开幕式的球场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是有极具阿拉伯特色和风情的骆驼队和马队，他们已经在球场的一个主通道的两侧啊，来迎接我们球迷的到来。当地时间的5点10分左右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观众的一个入口处，可以看到很多观众已经拿着门票来踊跃的入场了。那整个海湾球场的座位大约是在6万个左右，根据组委会的安排呢，所有的观众需要在当地时间的5点半来落座。开幕式的正式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40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海湾球场的内部啊，可以看到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的。Thank you.